防疫人员龙眼剃的啊，对，欢迎来。今天被防疫志愿者上了一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做完核酸，今天给志愿者们展示一下我的才艺啊，再找一下去啊。哎，大哥，您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吗？啊，对啊，你做核酸了吗？我做完核酸了。走，好，好，回去。不是，我今天是想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才艺。展示什么才艺啊？给展二话不说，我先翻一个。行，小伙子，练吧。那必须的，我一看我看出来了。你再展示个踢板踢木棍会吗？踢木板啊，那不都小意思吗？来来，你进去看看。行行行。啊，这么拿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哎呦，行吧，哦，有两下子，帅不帅？就问你，你赶紧把你带那木棍踢了吧。我给你个机会吧，你踢一下，我看看你会不会吧。行，拿着，我给你踢一下。这可两个啊，你可注意安全，别踢坏了，你核酸给人做不了了。我不能去吗？这个下踢，我看我儿子亮的下踢啊，对。你这不行，你再高点，个儿没这么高。我太难了。那好了，来，这防疫人员龙眼剃了啊！好，再看一来。我去，行吗？这个这么厉害吗？行行，你这样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防疫人员，赶紧回家，别在这表现了，好吧？你的心意我们领了。行吧，那我明天还做核酸了啊！明天安排。保卫守护着大家。